各位同学、同胞、同志，大傻逼啊！你们好。我靠，一直咳嗽。感觉吃了日本料理，吃一吃，吐出来，有点恶心、啊，你看是吧？不会啊，其实很好吃啊，龙虾、鱼子、美乃滋，呼呼。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非 A G B 的状态，你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感觉？哎，不是这样就是这样了，有没有？干，不是国民党就共产党，有没有？有到这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是不是？在这种情况下，那民进党那块，我等一下再研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会变得怎样？不太好意思乱喷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些中间的人他也不太好，不很难做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人什么，他也不太好意思马上来跟我认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比如说一些屁眼人啊，你来我就先耻笑他，对不对？他过不了被耻笑这一关，那我们永远没办法认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现在到这种非 A G B 的状态了，我是不太好意思喷人家啦。比方说有些屁眼人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太，我也不太好意思，他也不太好意思再跟我认识，因为他来一定先被我耻笑啊，对不对？他过不了这一关，我们永远没办法认识。他只有流窜，对不对？去加入什么张兰的黑五类家族，对不对？妈，我要强调，现在是这种非 A G B 的状态，你不是国民党就是我共产党的，对不对？民进党那块，我等一下再研究。那有些人在中间，他不太好意思做人呐、啊，是不是？除非那种屁眼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他来，我一定会先耻笑他。那他过不了被耻笑这一关，那他就永远没办法加入我们，跟我认识啊，对不对？那他就只有流窜啊，加入张兰那种流窜的黑五类族，对不对？小 S 屁眼族，小 S 屁，小 S 鸡掰族，不是啊，我说现在这种非 A G B 的状态哦。是怎样啊？是非 A G B 的状态是怎样啊？就是 E A B 二 A 二 B 就赢了啦，就喝酒了。哦，干杯！我打了哦，好解散。那个各位观众，请从右后方那个 A 入口、还有 B 入口、C 入口、D 入口、D 入口分散出去哦。那个请不要拥挤的踩到其他的观众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忠孝东路口有卖那个 M 枪的，哎，一打我惊喜了，改一倍哦。好，临走的时候我再为你演唱一首。手机也高叫了，啊，喵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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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啊，空气警报，啊，叫我来跑。